鬼黄鸿升即将在5月24日推出最新专辑《超有感》，而巨型海报也抢先曝光。16日，黄鸿升为5层楼高的巨型海报举行揭幕仪式，并于海报上签下大名。本不以为意，还在雨中连连搞怪的他，却不料在站上直升机直冲高楼时，被吓得心惊腿软，直嚷嚷：“太高了！”如果要当，既然如果要当天王的话，当然就是要克服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说除了享受在高处的感觉之外，那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不足的，需要加强的。对，黄鸿升此次舍潮男造型透露新专辑走大人同风，造型更是超级萌，而他也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一份赤子之心。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保持着还有一点幼稚的心态，那虽然该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很努力的当一个男人，可是我一直以来希望自己不要变成一个老男人，所以说我还是把自己的心常常归回成一个小孩子。